打我脸！啊呜！啊呜！救我！救我！啊！你哪里掉的呀？可以补个东西吗？好好好好好！你怎么卡在那个位置？那做个厨具汤来喝喝。他有开开那个吗？神秘汤吗？我不知道、欸。没有吧？没有开汤吧？金苹果给你用吧。来，我们两个其实差不多啦。拿熔炉的东西吃下那颗苹果。我们其实两个人差不多啦。嗯，外面都没人呢、欸。哎、欸，对，小雨的头缸能合吗？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我没有捡，我捡到、啊。他能合吗？小雨的头不行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雨打哈吉他们，他们在地表。他听到了，都没人。嗯，在地表，他没有看到我吗？啊！头一直被碾。不是，他没看到我，因为他在钓鱼。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！他偷袭啊，去偷袭啊！打他，打他！他会叫，快点！你先拿斧头，从后面用力的跳下去砍下去。跳级啊！他会叫很大声，喵喵喵！他会叫很大声，真的啦！我是你就这样做了。你至少要做到换血的功用。你看我们的血量现在是成一个金字塔，不是金字塔那种，人臂往下挥。对啊，来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偷偷过去捅他一刀。我也希望我不要摔伤，我摔伤什么就没了。那现在挖几个石头啦？119，等下给你挖好了。我已经200多了，230。好重东西哦。要挖哪里呀、啊？对，我们可以做弩。我有很多，我很多线啊。我有很多羽毛，怎么来的？来的，来的。我们拿哦哦哦哦哦！完了，真的快等比了！天啊，一个斜坡，一个斜线曲线，哎呀，完了！不瞄哪里呀、啊？瞄不瞄不瞄？我们先上去好如何？五二好啊。反正哈基他们就在我现在的位置就对了。这里有铁，在他们的正头上。哎，往这边呢？做普通的弓好了，反正我们现在没有办法附魔嘛。哎，我换了呀。换了，我们没有三叉戟啊。你那边有没有利齿啊？没有。哦，我这边有。哎呦。你。哎呦。我就是。你怎么自己摔死了？这个已经是这个本身问题了哦。哎哎，快点啊！做事，我看 ID 了，看 ID 了。他们走了啦，去那个旁边了。看 ID 了，看 ID 了。我看一下。等我一下。哎，我刚才不想说，我下得去啊，目测值。目测你没有看几个、啊？我没有三个，我想说差不多234、234、77超远哎、欸！反正你从哪边上去的啊？那边吗？看到我吗？234、他们其实就在你们有插火把的，有插火把。你去哪里？去哪里？去哪里？等一下，僵尸，僵尸！哎，怎么了？僵尸在从我后面过来。我在你这边啊，在你们的正头上。哎、欸，在哪里？看起来有僵尸。我要做箭矢，等我一下。哦。嗯。好。我碎石还不够。团团一个人在边缘呢。挖不到碎石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就这样吧。
枪。繁星，你快要挖到水里了。我发亮。他们在我们头上的样子哎、欸。没矿。对，就在你们正头上。繁星在挖，他们要钓鱼。繁星这地方挖下去，就是他们在钓鱼的水池。TNT ready。我们只要往旁边。为什么200就用了？我刚才是200啊。200，第一个是200。往上喽。嗯。那边挖挖一段距离哦。这边是山吗？那边是四，算山，算山，你不要往那边，你不要往那边。屏障来了、欸，我感受到了。不是那边，不是那边。哇，我死了！我快挖到水了吗？你可以了，要往你的左边吗？我死了，天眼兵，你怎么做事的？你怎么这么晚才说？才发现来天眼兵啊！我就说不是了，天眼兵、啊。我就说我来，你就不要。我就说我不适合当天眼兵。那、你死在哪里啊？嗯？死在哪里啊？如果我？对啊。在刚刚他们的位置，离这边有点远了。团团在上面。后面吧，他们在下面，一个在上，一个在下。小朋友，哦，哈基有弓，在没有附魔的状况下，弓是比较好的。对啊，还要上膛。嗯，啊，被射了啊！啊，腾腾下来了。哈基上来了，围攻了，围攻了。哈基跟着很紧，赶下去了。团团还在坚持用弩。团团、哦、是钻剑哎，钻斧，钻斧。哇，哈基被打回去了。哦，还、哎、有，还、哎、有，团团究竟会不会摔死呢？应该是有。现在就是谁先出，谁先攻，谁就输哎。真的、哦，可是他们还有一个泱泱啊，泱泱满，禁库满啊，泱泱上来了，哦，他破盾，直接打死，还是谁？谁打的？泱泱，安安，嗨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我们的天眼兵，让我们好天眼兵好了。天眼兵怎么了？跟我讲说不能往那边，不能往那边，就是。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，我不知道我是没办法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而且为什么不是从这队抽走啊？他是水，他现在都是水晶，没有，本来就是水晶、哦，没有，之前是血量多的 啊，不不，所以我作者说，作者说从来没有这件事情，只是刚刚好，是不是？刚刚好，就只是之前都刚刚好，对、哦、，OK， 所以呈现了最糟的局面。所以其实我们刚刚我们红队其实还在猜测，到底是谁？基本都没有，然后都是，其实应该直直往前啊，因为再往斜的会比较慢。嗯，因为直直往前就到了，差两格而已。说我们的天眼兵，对对 对、啊，不是我们的天眼兵，边界来的前一个才跟我们说边界来了。那就已经被压的时候就只能直直往前。我一直说等一下，这边眼压很高，等一下不行，我就先跑掉了。然后我一跑掉，音乐就被压死了。你知道你们天眼兵 Lumi 他早就看到他自己，然后我们就想说他只剩半颗星，就其实就屠戮一波了，有一点血量成为天眼兵还可以帮你们，有他就不要，他就这边一直不晓得在干嘛，树上看，然后后来爬到树上，然后看超久，然后最后终于要过去，你知道他是跳到那个已经木头砍掉的树叶上，然后那树叶就快要慢慢消失，然后他那边怎样都会摔，我想说他是不是要电出来，没有，然后他就电死了。
就直接叠死了。满头问号，你看，我是说使用者的问题。前线个两个，然后就可以安全下来，然后也不要。你看，你是不是暂时还比较光荣？你是摔死哎、欸。这个树叶快不见了，他等下应该跌死吧？啊，真的跌死了。前一秒是他脚下树叶消失，差点就直接更霸气。他也没有，就是自己选择摔死。哎，我掉下去啊！而且他一开始跟我们讲说：“哎、欸，我看到洋洋在钓鱼。”我们两个就说：“拿斧头打他去，这样。”嗯。而且为什么你这一个人在地表，然后你们两个在地表？他从刚刚一直一个人在那边啊。我怕他们是坏人呢、啊，他们两个太坏了。他们刚刚是分开耶、欸。对啊，我分超开啊。好吧，那也没办法。哎、欸，我们超和平的，死了超冤呢、欸。真的超冤，你知道我刚刚在地底，然后就很卡又延迟，然后怪物又会瞬间移动，然后我后面跟了六只僵尸，三只土蜜桃，然后一只僵尸还瞬间移动到我旁边，然后还打他，打他还不会击退哦，因为会卡，他还不会击退。然后我在上面看着这一切，这么早下去，没有，我们从我们刚好出生在峡谷，我们出生在峡谷，对，我们一直出生在峡谷，对，然后我就在草条面前死掉了。我被鱼越打很好笑，我想，哎呦，鱼越来，我刚打进来，然后结果下一秒看到他已经顺到我背后了。哦，对，顺动步，没有了。我有带到画面，我说他们两个是同时瞬移，然后就说，哎呦，神仙打架、啊，可以借我那个，我要介入，我要介入。因为一开始没有读这个地底啊，这地底 太大量了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了，就没有观察者下去看。那我死掉，我就说好了，我先去跑图了。这两个是忍者啊，忍者后裔。牺牲小雨去跑图，超好笑的。我觉得我跟团团根本就是和平代表，我们一个背叛者，一个是正常人，然后我们两个还超和平，一直一起挖矿。是啊，是你不会做事。对，就是你不做，他当然和平啊，他又不知道你。对啊，他那个手，今天换作是团团，你就不和平咯。没有，央央一直在自拍。没有，我宁愿他来打我，我也不想主动去打他。哇塞，他怎么可能会打你？他是好人，你是背叛者，在他的眼中你也是好人。哎，今天如果你不是背叛者的话。就他让他打、啊、没关系啊，哇！而且你刚刚在钓鱼的时候，然后泱泱拜拜，露米就说，我看到泱泱说你打他，他会叫叫很大声，你去打。露米就很，然后他就不去哈，哪有不能欺负小妹妹？他都不听话、啊。你那个哈基就是在那边打累死你，绕那个树林过去，他不会知道。然后他自己看到我、啊，就不敢下去了。我有看到，我之后有看到你，我说红队，然后之后繁星发亮的时候，我就为什么在脚底、哦？那是很早之前的事情，是很后面，那是很早，在更早之前。我们先看到露米的尸体，就是你们在那边刷历史，他在那边刷历史。我看到，我就说，哎、欸，有明条，我说红队，我就怕就是繁星他们跟他走一起。露米是什么时候看到我们的？我们正在挖历史，就看到我们。在挖历史，你在挖历史。村民的时候，哦，我们还跟村民玩一下。是哦，对他很早前就看到你，然后他就真的知道吗？他就一直蹲在树上看你们，不知道在哪。哎呦，我找不到路下去了，我这半个是。那你就不要上去、啊，你就不要冲啊！你小老鼠啊，小老鼠上不来。他就一直说他怕摔死啊。最后稀里咕噜滚下来，就是滚下来的，滚下来。你小老鼠露面哎、欸！我真的超好笑！我当背叛者，我前一分钟想说好，我是背叛者，我要做事。然后后面两三分钟之后，我就完全忘了这件事情。因为我说你是背叛者，是啊，我是啊。结果两个背叛者，我超乖的这样子。没有分很远啊，我们这边是跟哈基分很远。我完全忘记了。我以为你捞岩浆，你就是代表要准备来嘞。对。没有，我是那时候我已经完全忘记说我是背叛者。哦、你那时候因为我们这边在那个啦，在那个废矿那里，全部都是怪。废矿好恐怖，感觉就怪怪的，一直讲怪怪的，然后忘记我自己就是背叛者，怪怪的你了，我怪怪的你。
各种关系，天眼兵一直在帮巧克力，说帮我一下，帮我一下，后来马上又被叫回去。天下，我觉得巧克力真的怪怪的。我这里超危险，好不好？没有没有，他真的超危险，超多怪的，超夸张的。弟弟在过去都是一样的，我还拿到那个锋利式的书，哇！只是想说氪金苹果，然后想说多看几个那个废矿宝箱再走，然后就怪物源源不绝过来，哦，然后就轰炸了。跟蒋佳琪，他最后转身了，真的太惨了，我变成小僵尸了。图还没跑完，我就已经先错了。对啊，哈哈哈哈哈，真的很冤，休息，休息。啦，喜欢，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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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，我一那个关麦看到小僵尸的巧克力。好啦，今天感谢各位收看。那等一下我要去玩一款，就是新上市的一款游戏，反正现在褒贬不一啦。主要是它的机制是。不然等一下可能有机会开啊，就是它的机制就很像说你在麦块的原世界，那个装备已经达到全身附魔钻石装之后，你换到除了比如平原换下一个地方蘑菇地形的时候，你的装备全部都不见，应该说不是不见，是变成消失，那个失去功用。等你再回来平原世界的时候，就是装备又回来，对啊，现在是一直妈妈成这样子啊。感谢各位收看啦、啊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，拜啦拜啦。